来人呐，把这个共产党给我拿下。是。共产党啊，哎呦我看谁敢动。哎呦，谁敢动？不是，就是共产党，打起来，是真是共产党。哎呦，于先生，你要抓我并不难，要不咱们两个一块儿去到省府，在何建长官面前说个清白。去省府干什么啊？要去就去县府。县府我可不敢去。怕了？因为当县长的是你的舅舅沈百万。什么大哥？什么沈百万都爱是吧？都干什么干什么，把枪都放下，听见没有？大哥，兄弟啊，我可是把你当成亲兄弟啊。难道我没把你当兄弟吗？难道说你放弃高官不做，你当着我的面杀了自己的老婆，你变卖家产来到黑虎山，是受沈百万的差遣来杀我龙飞汉？这我要杀你在我庄上就可以杀呀，啊，我要杀你在这黑虎山也可以杀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想想，我们天天见面呢。哎，我手里有枪，只要这扳机轻轻的一扣就把你杀了吗？可是我为什么没杀你啊？这就是，你知道他干嘛就可以动手的。是沈百万是我舅舅，他派我上山不就为了杀你吗？啊，可是你为什么没死啊？是啊，为什么没死啊？兄弟，是呀，蛊惑人心，挑拨离间，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段。兄弟，小心上当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是兄弟。啊，你说他是红帽子，无凭无据的，我不信。啊，他说你是沈百万的外甥，我也不信。两位啊，都是我的兄长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咱们回屋说去。走走走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黑虎山现在还是龙大哥做主，你于先生是不是性急了点儿？你告辞。石先生，我告辞了。石先生，告辞了。石先生，别走啊！留下吧，石先生。走啊，石先生。石大哥，石大哥，你等等。阿朱。阿朱，你赶来干什么？我来谢谢大哥的救命大恩。谢我干什么？要谢啊，得谢于大少爷的宽容。我心里明白，要不是大哥你一句话逼得他没了退路，他岂肯放过我？哈，往后啊，不能再冒冒失失的了。但是，他一天不离开山寨，我一天都不会放过他。龙哥是喝了他的迷魂汤，迟早我们这些人都会毁在他手里的。我把话说明了吧，于进斋在山寨也不敢再乱来了。龙哥呢，他迟早会明白的。你这一走我们怎么办呢？于进斋亲手杀害龙飞汉的可能性并不大，但是沈百万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一定会改变主意再次下手。你们要处处留心，提防他遭人暗算。以后还能见到你们吗？此去东南30里有一道观，今后如有危难之事，就到道观抽一支签，对那道士说要保家人平安，那时自然会找到我的。多谢先生指点。这支队伍是苗家儿女的队伍，今后任何时候碰上难处，我都会尽量帮忙的。好，请留步。走好，石先生。
你啊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大哥，我走了一半又回来了。大哥，我怕我回到城里以后他们肯定会杀了我的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留下我吧，我什么都会做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们山寨不能留下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呢。我不是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呢，大哥，我也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留下我吧。大哥，我可以帮你做饭，我还可以帮你洗衣服。大哥，哎呀，不行。大哥，我还会帮你种地，我什么都会。大哥，我求求你留下我吧。大哥，哎，姑娘，你别这样，姑娘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。求求你了，大哥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龙大哥，给哥啊啊，坐好。于参谋长，新婚燕尔，我还没来得及祝贺呀。啊，没这么回事，只是山下来了一个姑娘，受了点惊吓。于参谋长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哦，有些话想跟你说说。这样吧，我们出去走走。啊，好好好的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别乱跑。啊，走吧。嗯。心里不平静，所以来找你。我也是，我想明天进城。进城干什么？只有提着沈百万的人头来见你了。石先生的话你还放在心上？嗯，其实啊，你们两个都是我心中最敬仰的人。于参谋长，这为什么一山就不能藏二虎呢？如今他已经走了，你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我呀，跟你说句实话，石先生说的对，沈百万是我的舅舅。啊，我母亲嫁到余家以后，为了100亩良田，父亲和舅舅打了一场官司。官司打输了，我父亲气死了。不久，母亲也离开了人世。那100亩良田。是我外公给我娘陪嫁的，可是外公死了以后，舅舅死不认账。不到15岁啊，我就孤身一人，和沈家断了来往。直到20岁那年，舅舅才主动和我亲近。大概是人老了，开始发善心了吧。我还是恨他，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好，不管你是沈百万的外甥还是他的仇人，也不管你是我的朋友还是受人指使来杀我，仇我一定要报，沈百万猪八子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我是没有办法让你相信我了，我只有进城去杀了沈百万。不，沈百万得我亲自动手，我要他明白，杀他的是谁，为什么要杀他。
干什么？没事，你真好。不要喝！不要喝！你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我看见一只猫。一只小猫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了。哎，大哥，我。姑娘，我已经想过了，一会儿啊，还是我的弟兄们把你送下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，怎么回事？说呀，说！说，谁派你来杀我的？是沈百万。他派你来杀我的？你就在我的茶馆里下了毒药？那看守也是你杀的？主脑科也是你放走的？是我，都是我。你这条毒蛇！我也是没办法，我要钱。沈百万出了1000块大洋赎了我的身子。如果我杀了你，事成之后，他会再给我5000块。如果失败了，他会杀了我全家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喝那碗有毒的茶？你是一个真正对我好的男人，我想同你做一夜夫妻，也不枉在人世间走一趟。住口！你想和我做一夜夫妻？我是个婊子，天生的贱货。我也只能这么想。我娘有病，家里还有个小弟弟要养活，我要钱。沈百万派你来都谁知道？除了猪八子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猪脑壳也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对他说的话全是骗他的，那家伙很笨。你认识于静斋吗？不认识。要不是这只猫，我早就成了你手下的冤魂了。你杀了我吧，反正回去也是死。起来，把衣服整理好，别弄脏了我的房子。走吧。往哪儿走啊？一直走，到前面的小树林子。好吧。站住！到了吗？到了。
转过身去。沿着这条小溪直走就可以下山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回去告诉沈百万，就说我龙飞汉已经死了。兄弟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你一定要咬牙挺住，我等你回来，兄弟，我等你回来。陪我，快快，大家来了，起来，快快快，快来！来，弟兄们，快点，当心点，龙哥，来，兄弟，你放心啊，你们一路上当心点。哎，好了，走，快点，走，当心啊，快点。弟兄们。龙哥被人谋害，命在旦夕，现在米多阿朱他们护送龙哥看病去了。龙哥临走交代，这山寨暂时由我做主，大小头目啊务必听我命令。是好。这几天各隘口要加强岗哨，严禁擅自出入，发现可疑人等马上向我报告。是。好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哎，好，走吧。哎，孙驼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少爷，这是你干的？不是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那女人是谁呀？哦，她说她是玉华堂的一个妓女。唉，天知道她是哪儿来的。哎，你知道？老爷子从七奶奶下落不明，心中忧郁，时常到玉华堂寻开心。也许他是老爷直接派来的。他妈的，这老东西，他连我都防着。啊，这年头，父子兄弟残杀的不少。何况，你们本就是仇家，他只是利用你和龙飞汉的关系消灭龙飞汉，谈不上放心不放心的。不知道龙飞汉性命如何啊？少爷，你来看。
少爷，嗯，这儿有只死猫，你说是龙飞汉先中毒还是这猫先中毒呢？肯定是龙飞汉先中毒，他发现自己喝了毒药，把那婊子拖到林子里给毙了。这猫嘛，肯定是见家中无人，然后就喝了有毒的茶水，中毒身亡死了。如果说是龙飞汉先中毒，这药性没发作，他怎么知道自己中毒了？如果药性发作，他还能走那么远把他押到林子里杀了吗？所以说是猫先中毒。既然是猫先死，那他为什么还去喝这个毒茶呢？他有这么笨吗？是啊，他有这么笨吗？他没有中毒。哦，他是做给我看的，难怪他把他的亲信都带走了。那是为什么？他是为了迷惑沈百万，不出三天龙飞汉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哦，哎，孙驼子，你赶快通知我舅舅早做准备呀。你说话呀。少爷，你与龙飞汉结拜，杀妻子卖家产，跑到这穷山寨来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看中了龙飞汉这条汉子，看中了他手中的人吗？为称霸湘西，开创基业而来吗？所以你不可助沈百万杀龙飞汉，你只能助龙飞汉杀沈百万。孙驼子，我总不能帮助他杀我亲舅舅啊。哎呀，无毒不丈夫，何况他杀死了你的亲爹娘，自报复仇天经地义呀。嗯，可是如果龙飞汉刺杀沈百万没有成功呢？你取得龙飞汉的信任，到时候大权在握，再设法除掉他也不迟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孙驼子啊，你在我们家管事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足智多谋了？我喜欢读书，小时候你爹让你读书，你不好好读，却让我给读了。哎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第一，固守山寨。龙飞汉虽然不在，你心中时时处处要有龙飞汉。嗯。第二，给沈百万送个信儿，就说龙飞汉中毒，命在旦夕。嗯，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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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停下，停下！哎，龙哥，哎，龙哥，你怎么了？龙哥，龙哥，龙哥，你，哎，你们都以为我不行了吧？啊！其实啊，我根本就没喝什么毒药。是那只猫啊救了我的性命，回去啊我还得厚葬它呢。哎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龙哥，你可把我们吓坏了。就是啊，就是啊。好，你们几个跟我进城。进城去杀沈百万啊。那老东西啊以为我死了，趁他高兴的时候我们摸进城去杀他个回马枪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就好。好啊，嗯，好。哎，龙哥给，哎，走，大家跟我一起去。走，把丹尼尔扔了。哎，走，走，先生。站住！来来来，检查。哎，好嘞。啊，走吧。哎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嗯，快
去报告你们朱团总，就说他姑奶奶回来了，叫他赶紧出来迎接我。啊，姑奶奶，您看这事儿不好办呢。带路去团防局。是啊。哎，我说，我带他进去啊，你看着啊。好吧，跟我来。我操！操！我操！明明，啊，这边。哎，得给让一下啊。哎，好了，到了，来，哎，慢点，哎，顾奶奶到了，去，叫你们朱团总出来给我付滑杆钱。是。是谁呀？啊，谁摆这么大谱啊？啊，是你姑奶奶我。哎呦，真的是你啊，你真的回来了，活着回来了，怎么没死是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回来了就好，我呀好好的给你呀接风洗尘好不好啊？那好，赶紧给老娘付滑杆钱。嗯，好好。啊啊，走。我这两天呢也真是忙得够呛啊，不过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坐，来，坐啊，燕子，这次上山辛苦了啊，哎，我叫你办的事儿，怎么样了？啊？成了。什么？成了？好。成了。龙飞汉喝了毒药倒在地上疼得直打滚儿，一会儿啊就瞪眼了。嗯，哎，燕燕，你是亲眼所见他瞪眼了？不相信那你自己上山问问去啊。好好好，你是真的有能耐啊。哎，我担心你这药不管用，啊，就先读一个看守试试。哦，这个猪脑壳回来已经跟我说了。拿来。哎，什么？5000块大洋啊。啊，燕燕，这个你得找沈县长要啊。啊，我就知道你们会赖账。所以我不找他，先来找你。你是证人，你得替我说话。燕燕，我会帮你的，我一定帮你找沈百万把钱要回来，好吗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所以我才来找你呀。那是。只要钱到手了，我就是你的人。燕燕，我的心肝宝贝儿，你就不怕沈百万这个老东西吃醋吗？那个老东西，今天一个，明天一个，他才不在乎我呢。那好，咱们就好好消消魂啊。
哎，停！嗯，哎，阿四啊，你们两个人立刻回山寨，好，告诉于大哥，就说我不行了，在山寨隘口竖起三面白旗，请和尚、道士做七天七夜的道场，封闭所有的道路，等待迎接灵柩回寨。哎，这呀，让你这么说你就这么说。哎，就说龙哥临终遗嘱，我们三个头领定下的，我们三个人呐，护送灵柩三步一拜五步一跪，明晚才能到的。明白了，嗯，啊，走，走，龙哥，我们也走。嗯。你是亲眼看见那个女人杀死了哨兵？是我亲眼看见的，她离我就那么点远。那她是拿的什么武器啊？什么武器也没拿，就一杯茶，那个哨兵啊喝了以后就死了。消息，神公啊，好消息来了！哎，进来。老爷，我可是来领赏钱的。嗯，你真的把龙飞汉杀了？不是老爷派我去杀的吗？真的死了？对呀。那为什么山寨里没有一点消息啊？嗯，你是怎么把他弄死的？我把毒药放在茶壶里，那个龙飞汉一进门就倒了一大碗，刚喝了一半，哎，有只猫跑了进来，他舔了舔茶水，嗷嗷的叫了几声就死了。龙飞汉一见便是掏枪，我就赶紧跑了。他追出木楼，冲我咻咻开了两枪，哎，还没有打中。他自己呀便倒在地上，哎，直打滚儿。山寨的人呐都跑过去救龙飞汉，嘿，没人理会我呀就逃出来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好，好，这黑虎山森严壁垒，进去多少兵马都无一生还。你一个弱女子，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跑出来了？嗯，何况你还杀了他们一个哨兵，他们能不闻不问这么便宜了你？嗯，分明是你见那龙飞汉年轻体壮，一夜露水夫妻便动了真情，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设好了陷阱来陷害我。沈百万，你这个婊子养的，你说话不算数，你这个骗子，你不得好死啊！是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，敢抓我！你敢抓我！你敢！猪八子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啊，刚才你答应的，你他妈的只跟我上床，不让我说话，你也不得好死！你跟他睡过觉了？神公，这一个婊子，你何必那么认真呢？那好，要是龙飞汉真的死了，5000块大洋你出。哎，神公，这人又不是我让他去杀的，我干嘛出钱呢？
你们团防局损兵折将，花钱费米，都没有剿灭龙飞汉。这个小女子凭她的女色混进山寨，居然成功了。他是为你的团防司令争了光啊，这钱你不出谁出啊？你都把他打入死牢了，那谁还出钱呢？老爷，孙驼子来了。嗯，快让上来。没事。呀，孙驼子上来。快。恭喜老爷，贺喜老爷。喜从何来啊？龙飞汉死了。是少爷派你来送信的吗？是啊。龙飞汉是怎么死的啊？既然龙飞汉已死，大祸已除，你少爷为什么不亲自来见我啊？老爷，龙飞汉之死啊，少爷并没有半点功劳，也不知又从哪儿冒出来个女子，因为揭发了朱脑壳的阴谋，一下子就讨得龙飞汉的欢心，把他留在自己房里，十分迷恋。哎，可不料这女子啊，在茶壶里下了毒药，毒翻了龙飞汉，自己却逃脱了。龙飞汉是当场毙命的吗？他只喝了半碗茶就察觉了，并没有当场死亡，只是腹痛难忍，连夜送往20多里外的左家坳求医。对了，今天一早啊，送信回来了，要于静斋在山寨各隘口啊插白旗，请和尚道士做道场。邻居我今天晚上送回来。朱脑壳，你和几个弟兄化妆成砍柴的到黑虎山走一趟，是看有什么动静。申公啊，你还是不相信喽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几位壮士，你们几个是求财喜还是问前程啊？我们来一不求财喜，二不问前程，我们抽签要的是保家人平安。好，请吧。日出东方一点红，纵横四海条条通，太上老君来保驾，踏破千山仍从容。好签，上上签。师父，如果神灵保佑我们马到成功，个个平安无事，我一定整修庙宇，重塑金身。好，去吧，可要处处谨慎。知道了。谢谢师父。谢谢师父。这个龙飞汉啊，他真的死了。咱们应该上去问问是到底谁死了。你不要命你就去问，现在人家正在火头上呢，见人就杀。走，回去叫谁。走。
哎呀，哎，哎呀妈呀，哎，这下好了，这个龙飞汉一死啊，我们老爷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。哎，就是，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走吧，走走走，哎，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小差行了，我敢打赌啊，从今往后啊，老爷子夜夜要去玉华堂。去个屁，玉华堂那个最漂亮的艳艳姑娘被老爷子关进牢房里去了。哎呦，婊子有的是。哎，老子差点就死在那个婊子手里来。哎，头啊，你从黑虎山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打呀，凭本事打出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黑虎山108将没有一个是老子我的对手。站住。哎，小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爷爷饶命啊！爷爷饶命，饶命啊！爷爷你饶命啊！爷爷饶命，饶命，饶命啊！钟大哥，黑虎山108将个个不是你对手啊！今天咱们两个较量较量如何呀？啊！哎，马大爷，嗯。朱脑壳一个多月没吃肉了，这个舌头跟牙齿他都不商量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我该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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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死，该死。朱脑壳，啊，我先不杀你，啊，把你那个脑袋先留在你的脖子上。不过你得帮我办件事儿。只要你手下留情，别说一件十件，就是100件我都听您的吩咐。那好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咱们到那边去。哎，好嘞，起来，快点。哎，好，哎呀，快点，这啊，快走，走啊，你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除了我这痴心的美。